欢迎收听《时代足球》，掌管2022至23年嘅七人草地足球联赛啊，嚟到第六周嘅赛事啦。咁啊，黑色波衫咧就系蛮牛啊。暂时佢哋踢嘅比赛咧场数唔系咁多嘅啫，但系呢头未讲完啊，已经好快一个好短嘅时间已经领先一球啦。蓝色波衫李晓丽咧防守系明显有少少问题嘅，呢下困咗喺左手边，第一时间朱建威射埋去啊，龙门落地啊，落得唔系咁靓啊，所以。封咗位，但系都依然入到网啦。好早阶段已经领先一球啦。跟住晓丽嘅一个攻势右路，第一时间劲 band 埋尾柱，不过冇球员喺尾柱执鸡喎。呢下争少少啊！进攻方面咧，真系要留意一下尾柱位置啊，晓丽。跟住呢下冷战啊，晓丽射埋去啊，好彩啊，猛牛个龙门啊，扑到出嚟，但系冇用啦。金毛仔黄奕德。第一時間補射破網啊，追翻1-1平手啊！呢球係猛牛一個左路嘅右路嘅傳送啊，傳失咗啊！跟住中間撩下撩下，第一時間射埋去，跟住黃奕德補個靚飛啊！成功將個波送入龍門裏面啊，追翻1-1啊！曉麗重新嚟過喺場波有，咁啊見到猛牛龍門身手都唔錯啊！頭先呢下遠射，咁啊即刻有球罰球啦，猛牛處理嘅。跟住曉麗截咗弧啊！哇，呢下推咗走又非常精彩啊！呢、這個睇唔到嘅 number， 但係見到佢個人技術啊，非常出色啊！好彩猛牛嘅防守球員都非常快回防啊，成功冇追一個反擊，攻守轉換咧做得好啊！第一時間防守保持不失啊！跟住呢下下半場前置鋒換咗出嚟，放翻個波喺左路，第一時間俾佢。中路第一時間俾翻佢99號仔啊，射翻個近柱啊！但係好彩，馬流嘅龍門，曉麗嘅龍門咧都相當出色啊！第一時間將個波放翻出嚟。咁啊話未完咧，第一時間啊一下彈翻出嚟嘅射球，31號仔射啊射得靚啊，但係唔中龍門啊！跟住馬流呢下攻勢俾佢左路，撥翻佢大位。即系嚟个咬腰劲射啊！射中龙门柱弹翻出嚟啊，唔入啊！喺射中龙门柱，龙门扑翻咧，真系啱啱慢镜，真系要慢镜交代先交代到啊！就咁睇啊，睇得唔系咁清楚。跟住钱志峰推过去大位，第一时间咬腰，哇！困啦！99号喺前，23号球员喺前面。原来你叫吴家伟啊，真系去个手机出场纸嗰度咧，做得唔系咁好啊！佢手机出场纸都冇写到 number 啊！都冇做返個換人記錄，所以睇唔清楚㗎喇球員名啊。吳家偉喺門前補一波啊，錢志峰呢下遠射啊，將個比數拉開一球啦。上半場完場啦，咁啊猛牛暫時2-1領先啊。跟住呢下罰球猛牛進攻嘅，喺右手邊嚟個遠射係射得靚㗎，但係曉麗嘅龍門亦都進得相當精彩啊，落地落得都好靚啊！繼續又係猛牛嘅攻勢啊，分翻過去左手邊，撥翻去大位，點知係困下，俾曬右路成條右路空曬，第一時間硬軍埋去，好彩曉麗嘅龍門依然係相當勇猛啊！見到佢連救兩球啊！其實曉麗嘅龍門啊，有翻咁上下實力嘅喎，見到佢呢下又係佢啦，見到如果唔係佢啊，已經有機會輸咗第三球啦。近兩場咧，見到曉麗嘅龍門咧嘅表現真係相當出色嘅。不過防守方面咧，真係球員咧真係要相當留意啦。五場波失15球啊，平均每場都失咗3球波嘅，個比率啊真係相當高啊！呢下又見曉麗嘅龍門啦，哇，非常集中啊！但係集中之餘咧，真係防守啊，真要留意一下啦。曉麗嗰邊咁啊，猛牛咧兩場波啊，入咗13球啊，真係攻力相當驚人啊！淨係兩場波，哇！呢下空曬啊，又係咧，曉麗嘅防守球員啊，完全走得咗，完全冇 shoulder check， 後面望下有冇球員啦、啊，走得咗八號仔啊，不過佢就射得曳啊！呢下19號射翻個遠處位置，周偉傑大唔中龍門啦！你見到啊，睇翻鏡頭咧，其實咧曉麗咧成個防守咧真係唔夠一個壓迫。俾到猛牛啊，好容易就俾人拆散到啊！頭先錢志峰嗰一腳咧射咗網側啦，又係冇咩威脅啊！
但系呢下做翻场好嘢啊！龙门开出嚟啊，王亦德啊，一个后脑 set 过去啊，都顶得靓啊，真系。不过好彩马行个龙门都唔系渣，咁啊嚟到前之锋呢个反击啦，几多攻守转换啊呢场波，粒啊粒得唔系好靓啊！前之锋呢下弹翻出嚟啊！咁啊，李攻完一阵，马牛依家就晓丽攻一阵啦。但系哇，呢下右路咁样传波，咁样传失咧，真系非常曳啊！一传个到含到肺啊，真系俾阿吴家伟接咗位，仲要射个世界波啊！话场边啲观众都 V 哇鬼叫啊！睇下呢下啦，睇唔清楚个 number 啊，但系分翻嚟中间啲危险地带啊，真系俾个队友啊，俾个到含到肺啊，真系，唉，耷低抱头痛哭都冇用啦！吴家伟射翻一个。好似碧咸咁样粒射啊！三比一拉开比数，跟住呢个时候啊，晓丽啊见到佢逼抢多咗啦，分翻个左手边空晒啊！哇呢下将个波炒咗波底啊！如果以微微压翻去远处位置咧，真系呢球啊可以追翻三比二啊！咁啊呢下远射放个冷箭啦，都咪考验下晓丽嘅龙门啊！但系今场非常醒爬，球球都接得相当精彩啊！咁啊八号仔啊黄亦德啦。小麗的主力球員前鋒線的殺手這下過得靚的第一時間探到遠處位置他自己都拗曬頭唉用盡全力射都入不到波那就沒辦法啦來到完場階段啦看看猛牛會不會再次拉開比數哇這下好陰濕啊來到快射但是好彩小麗零一人是沒有失色啊那就3比1完場啦全取三分猛牛贏球